哎呀，咋了？这油墨可以了。再不可以，我再洗一次，它你真的要5点钟啊？你又不说为什么？先来再洗，先来一次，先安置嘛。OK。给我拿去晒太阳的，晒太阳。还有两次啊。这个颜色 OK 了，这个有吗？如果看了，可以啊。对。卷啊卷。给他颁个奖。怎么很多人是问我在这里就不行，我走了就可以了。要忙啊吗？放油墨了吗？来。还有呢？太阳还在养生吗？多长时间啊？能印第二个颜色啊？晒干了再说。哈哎，严师傅这里不怎么好啊。那一点点没事。将要几多个？我要睇睇个细字体细嘅字体啊！即系嗰两个瓶咧，可唔可以易啲啊？烫啊，印完之后烫，做40倍咯。系，可唔可以烫？应该冇几大问题。两只都冇问题，即系话你冇烫太大。